住后来，你看他要顶住来了，他是什么啊？我不知道，他就跟着他。说这个，这个花的，花的，花的天地差，它其实有力。有了，有了，它其实很有力。它很有力哦。嗯。它只要横着的就可以。哦，横的喽。要路爪的问题。很近很近。哎，宝贝，没好看。现在歪掉了。啊！你可能还不够粗。对，不够粗哎。好。去找这个很有力。这台真的很有力哦，而且它其实是正二拍这样子，但是呢，它方形的就不好夹。它里面还有个长的。对，其实你跟我想的是一样，可是这不知道能不能滑得到。不知道好不好用。这个好像比较滑一点。爸爸喜欢长长的，爸爸喜欢长长的，啊是啊，长到了，还是有机会啊！哎，还要升级，别了。你做什么？不要啊！卡洞，零四了，要自己零四了，卡洞哈，明显的卡洞。其实这台真的很有力，超有力。所以爸爸现在要想办法拿起东西了，卡洞，零四零四。OK， 这一台真的超有力的，这其实还蛮重的。其实这两个其实都还蛮，这个更重。来 ，baby， 你拿，要不要拿拿看？重不重？重，不重才怪。你的水壶跟它比谁比较重？哪个比较重？比较重。他不来啊，就你生的啊，出货了，卡洞，他又卡洞了，又卡洞了，好惨。有吗？有都下来了。你今天打了这么多音响，你根本挡到别人，都跳好难的哦，出货谁给你很难？难不难就很甜啊！好好笑，你今天都在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知道音响吗？好像是存钱筒这好重哦。对啊，这存钱筒怎么可以这么重好重的存钱筒。存钱筒。你今天出货都出了乱七八糟。我也觉得我出了乱七八糟那样。真的。就是卡住了。来。过来一点，断掉了，断掉了。除非你要看，你要去拔插头，它就在前面呢，你这样给它断掉。是这个吗？对，它就会了，它就卡着。那你要绕一下，绕一下会把它挡过来。哇，后面那个要换，哎呦，好可怕。侧面可能更精准，不会，可以的，你一定可以抓到它。抓，抓它。哎呦！放啊！好。OK。
差哎、欸。上机了。又二一了。又二一，你又上去爬了。到底能不能出吗？啊，推出来！他能出来吗？哎呦！哎呦，好可怕哦，好刺激！我觉得你要抽高一点。哎，出来！你今天这出货好神奇哦。这个试试看，这个试试看。哪一个？这个。我要看到有一盒。你上哪一个？哦，你要尝尝。没有抓的。没有抓。哎，这个时候你打这个会不会出？为什么？就直上直下。我怕抓不到。好，那要甩过去。不行，我天地长。我觉得你这个能不能出掉一个？他如果能够画上，因为他实在拍不太过。下去下去。不对，是前面。说下去说下去。他自己收走。自己收了。很厉害啊，你会出货啦、啊！要出货了，看看后面是什么、啊，怎么一直把它顶出来？我也不知道。出货啦、啊！哎、欸，它要顶出来了，它是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就跟着它、啊。没有，它就圆滚滚的。可是这我真的这不好夹，这可能就不好夹。我觉得不要了，你放弃。那我们就跟着他。我觉得电蚊拍好像可能会出错。好啊，如果电蚊拍我就可以用了。那是什么朋友？啊，加油！对啊，他好厉害哦！对，他居然没有丢哎！哦，好甩，但是因为它是扁的，对，扁的就比较难夹。啊，他出货了！好耶！电蚊拍，我的电蚊拍，不敢了，这样就以后会捕蚊子。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在我们两个夹的过程中，被小孩子摔坏了，对，超惨的。他们不小心嘣一声，然后就把它摔坏，好像也只能放着了哈。他们会这么沮丧，是因为摔坏东西。拜拜，拜拜。有了。二一二。